是童心盖吗？对，是童心盖，唱歌蛮好听的。嘿，童心盖。哎呦，今天怎么这么巧在这里遇见你？我是你的粉丝嘞，你唱歌可好听了。你这是夸奖我夸得好，我真的，我听过你唱的歌，好听。这么多，父老乡亲都没有一个人给我点歌。你们怎么不点歌呀？没钱呀、啊。没钱。你点吧。今天姐有钱，唱好了有惊喜。真的。真的，就是你的那一首叫做《人生什么》，人生何处吗？哎，对，就那首歌你唱的老好了，好听，你唱好听。那首歌你唱的可好听了。10块钱，美女小姐姐，10块。哎呀，你先唱好了有惊喜，让你意想不到的。谢谢姐，唱好一点啊。走过的才叫熟，走过的才是路，人生路路一如书，一边走一边读，听泪心在倾诉，有泪也不许哭，多少梦想被辜负，还能不能经得住这坎坎坷坷的人生路，还有那些未知数，这曲曲折折的人生路，还有什么可炫酷，这忙忙碌碌又沉沉浮浮，谁不是好辛苦，这朝朝暮暮又风风不顾，人生你不相信？不讲了，那特别好听。老公，来，20块钱。啥呀？你那么小气？美女，这都不要数了、啊。留一张嘛。留什么一张？人家他们做主播的都不容易。这么多钱。明天吃个早餐嘛。对，我就只要10块钱来、啊、给你来。真的拿走，对，饿死吧。不，我就要10块钱。就这么10块，谢谢你唱这么好呀、啊！谢谢美女小姐姐，哥，饿死吧。祝你们夫妻恩爱，早生贵子。